捉迷藏偷跑回家竟然犯法。在日本玩捉迷藏，如果扮鬼的人自己先回家了，有可能会被判什么罪？遗弃罪，这个我没办法接受哎。所以好，开始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就处罚20。我自己跑掉，我自己跑掉，回家，我要说要躲到地老天荒，然后没有人来找，哇，太过分了这个。新闻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